你大便的时候一定是蹲住的。对哦，这样准了，这样准了，厉害哦。你小便的时候一定是脱裤子先。嚯、哦，佩服哦，我这购物力有夸张哦。嗯，哇，这是你爸爸结婚的时候你没有去喝？对对对，很准，真的没有去喝，真的没有去喝。哎，师傅你很厉害，我刚买了一辆 Alpha 哦，帮我看一下它的风水，它的车是怎样，要怎样去改造？可以可以，走，我们现在去看。走走 ，Alpha 前面中网白里一点黑，还显得出特殊，看到吗？然后加一个 daylight 必须要的风水。过后 ，side mirror 有一个 DRL 流水给它有 signal， 这个才是必须的东西。整套 Mundalista body kit 这个是肯定了的。Alpha 后面还有什么简单可以玩的东西 ？OK， 上面这一个红色的带箭头，什么带箭头？还有 signal 跑的。跟住 signal 跑，下面的 bumper 也是跟住 signal 跑，就连窗口这边，它也是跟住 signal 流水，这样子才会更好看。但关了 signal 过后，它就会变成红灯，配完后面整副，这样子的就很不错了。里面的话呢 ，Ambient 生活。酱苦，有点颜色，带一点甜，整个氛围里面是很不同的感觉。重点是连这一边也是带住流水了的，看到吗？接下来最佳重点，凡是用一只手指关门，当然所有 Viewfire Alpha 我们直接给它换成 VIP 的那个 Gabbet， 这样子看起来更高贵大方，是不是很简单美观？这样子基础的去升级一下整辆 Alpha 的 Alpha 的那个风水就不同了。记得关注我，看我怎样帮你的车打造更美。